如此说来，是虚惊一场。那孽畜并没有伤害董相公。虽说儿子不明事理，可以干不出那伤天害理的事儿来。听风就是，新婚大喜的，却把儿子绑在驴棚里冻了一夜。哎，快快叫人把他松绑。不用了，你不心疼啊？人家媳妇儿心疼。 早给松了。嗯，昨天夜里还寻死迷活的吴愿意，为何一夜就变了呢？夫人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女人都是这样，要不怎么说，女人的性子六月的天说变就变。哦，老太爷。 老爷和新夫人来给二老请安。哦，快请，快请。娘子，去。爹，妈，儿媳拜见公婆。好，爹一块拜见了。快快请，坐吧。快去。来上茶。是。 儿啊，哎妈，以后听媳妇的话啊。妈，您只管放心，娘子昨天都交代过了，人前呢是大丈夫，人后呢是老婆大，在外我管妻，在内妻管我，是吧，娘子啊？ 老爷，不知您为何这般高兴啊？谁见了银子不高兴啊？老爷，您看花眼了，这不是银票。 是状纸啊！是孝子董永告富大官人杀人夺妻的状纸。你糊涂，你真糊涂！这俗话说“唐国一响黄金万两”，这富家有的是钱，只要有人告他，他就得舍财免灾。哎，告他罪名越大，他花的银子就越多。看。 这董永告他是杀人夺妻之罪，这可是死罪呀！哎，这状纸不就是银票吗？哦，老爷圣明啊！嗯，真是终末炸好油。嗯，我得先来个下马威，派人把副官保给我抓来。是。 来人，在！大人，去副府把副官保抓来。你听着，你这不是诚心让我出丑吗？娘子啊，我可是照娘子说的，一个字没加，一个字也没减呀。呸！我可不愿担着泼妇的恶名。记住，以后只许做。 不许说！老爷，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衙门来人传老爷上堂受审呐！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副官保，小人在。董永状告你杀人夺妻。 可有此事啊？没没没这回事儿，他满嘴胡说八道。你可有便状？什么便状？原状的小荣不懂这个。老爷，就是银票啊？什么银票？银票啊！银票，胡说！快把你的便状呈给本官。他说的不是这个。快给银票！快呀！嗨，早说呀！ 早知道这匾状就是银票，老爷我早就送给太爷了。
哎，你这变装说的挺有道理的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大爷。这，怎么样？大人明鉴，副管保假借给学生娶妻，临近拜堂之时，又命家人将学生绑到郊外，企图杀害。大人他满嘴胡说八道，你瞧他，他活得好好的，我什么时候杀害他了？对呀，你活得好好的，谁杀害你了？大人，他想杀害，可是尚未得逞。大人，你瞧瞧他，穷得连房子都没有，哪来的城啊？是啊，哪来的城啊？太爷都这么说。堂上不许喧哗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回禀大人，他是在诬陷我家老爷啊！您想啊，这脑袋瓜是长在我家老爷头上，他又不是头发里的虱子几子，他怎么能知道我家老爷在动什么念头、打什么主意呢？对对对，对呀！脑袋长在他的头上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？大人，企图杀害学生的就是这个管家。大人只要审他，便知道真相。我大胆管家，他说你是凶手，如实招来。大人，小人冤枉，小人冤枉啊！大人，您想啊，他和张家大小姐在槐树底下结为夫妻。我家老爷娶了张家二小姐为妻，两人各有其主，怎么能说我家老爷夺他的妻呢？对啊，我还要告他夺妻呢。这你还要告他夺妻啊？对啊，我不告他，我告谁呀？岂有此理！我本来看中的是张家的大小姐，可他把大小姐给拐走了，在槐树底下拜堂成亲。你说对不对？对啊，把那只母老虎塞给老爷我了，你说我冤枉不冤枉？就是、我不告他夺妻，我告谁呀？好好，你可备有诉状啊！刚才你要扁的圆的，现在怎么又长的竖的？老爷，老爷，还是要银票，不是横的竖的。这一会儿扁状，一会儿竖状，老爷我长那么大。不知道银票还那么多小名儿啊！是，快点，快点！大胆，不许在堂上说悄悄话！快把诉状递上来呀！快呀！快点啊！快呀！快！快点！太爷，诉状在此。啊！这只诉状铁证如山。谢太爷。董永，你拐夺副官保之妻，反而诬告家主，对你如此刁奴，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。本官判你再增加10年奴期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在副官保家为奴20载，以示。惩戒，谢太爷，谢太爷，大人，学生冤枉啊！冤枉！你可备有辩状吗？大人，辩状有吗？学生是原告，哪来辩状啊？你无辩状。学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他没有。本官秉公执法，你既没有辩状，本官概不受理。退堂。大人，大人，学生冤枉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冤枉了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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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冤枉啊！公平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冤枉个屁呀！这么说，妹妹真跟副官保成亲了？啊。您坐。这事可落实了？这种事儿我敢瞎说八道吗？真想不到妹妹她东挑西挑，挑来挑去，
竟挑了这么个人。哎，不是自家人不进自家门，这也是天定的缘分，随他吧。只要是他愿意，也就随他吧。天色不早了，董郎他怎么还不回来？没事儿。你放心，董相公出不了事儿。董郎这个人啊，爱认死理，我怕他告不到副官保，反倒自己吃亏。嗨，有理走遍天下。如今什么是理呀？银子就是理。董相公回来了。哎呦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被董相公盼回来了。哎呦，赶快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坐。哎，上茶。上茶。哎，哎呀，烧点洗澡水，多多的啊！相公，用茶。哎，没事吧？官司打得如何？哎，娘子，官司打输了。输了？反叛学生，拐夺副官保之妻，诬告家主。增加十年奴期。嘿，他妈副官保真不是人揍的。你要早听我的，又怎会如此啊？哎，岳父大人，哎，小婿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如何？谁求谁呀？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，我给你办去啊。小婿马上要去副府为奴。出于万般无奈，只好暂时将娘子托付给岳父大人了。那什么，你去副府把他托付给我，这事你还是问他自己吧。相公，我愿跟相公同甘共苦，同去副府为奴。哎呀，不妥不妥，娘子，学生怎么能忍心让娘子同我一同受苦呢？你我夫妻怎说这话？你稍等片刻，我去收拾行装啊，去去就来。娘子，这，娘子，哎，娘子，岳父大人，麻烦你，还是劝劝娘子吧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早说了吗？我这个岳父已经聋子耳朵。哎呀，再说我这闺女脾气拧着呢，她拿定主意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劝也白劝，不如不劝。还有呢，她跟着你去还能照顾你，挺好的，怕什么的？你让她跟你去吧。岳父大人，哎，你别想不开，让她去吧。嗯，就这么地吧。嗯。娘子，官司打赢了，太爷判那呆子在咱们家都为奴十年呢。当一辈子奴才好呢。娘子，老爷我办事的能力很强吧？花800两银子，只要是有眼睛有鼻子的人，都能打赢这官司。哎呦，娘子哎，在大堂上花银子也不容易呀、啊，一会儿叫什么扁状，一会儿又叫什么树状，哎呦，可啰嗦了。去去去去，一边去。娘子，还是趁早想一想，那呆子来了，让他干什么？哎，让他管。
还账去。银钱的事儿怎么能交给他呢？你爹的银子你都贪，更何况是个外人。哎，让他看大门。他是来为奴的，又不是来享福的。哎，娘子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说呀，让他去干扫驴棚、磨豆腐的苦活。老爷，等我和他娘子来了。哎，待会儿啊，你去后院，给他们挑一间透风漏雨的草房。是。慢着，不要慌张，有数。还有，待会儿啊，你唱红脸，我唱白脸。娘子，这红脸怎么个唱法？哎，是不是拿娘子你的胭脂，抹到脸上啊，唱红脸？笨蛋，就是待会儿啊，我来当好人。你呢，端起大丈夫的派头，处处刁难他，当恶人。娘子放心，别的我不会，当恶人老爷我最拿手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老爷本来是恶人。什么？好人好人好人。哎，走啊，走。娘子，我走了。哎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老爷呀，没有县城的破草房啊。是啊。笨蛋，没有县城的破草房，不会把墙砸了，把瓦掀了，造一间透风漏雨的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老爷，凿墙掀瓦？对，透风漏雨？对呀、啊，还不快去？哎，好，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走走，哎。姐姐、姐夫，妹妹给你们贺喜了。哦，同喜，同喜。我有什么可喜的？妹妹，怎么了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进屋吧，请。好。昨日我跟姐姐上错了轿，结果糊里糊涂的被抬到副府，人家本来是给姐姐设的圈套，让我钻了进去。这倒好，妹妹还说呢，我昨日差点进了贼窝。是吗？真有这事儿？你张榜择婿招来的妇虎就不是个善良之辈。唉，也许这是天意。姐姐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就是张乔嘴我命苦。看看找的这副官宝，他连姐夫万分之一都赶不上。听说妹妹对傅相公也有意了。生米做成了熟饭，再苦再涩，我也得往肚里咽呢。人都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只要妹妹耐心劝导，我想，或许她会改过的。哼，她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让她改过，做梦吧。哦，对了，我昨天遇到了雷公，父皇，让他们叫我回去。是吗？嗯，既是父王叫你回去，必是父王想你了。我看啊，姐姐还是赶快返回天庭，免得让父王伤心啊。可如今我怎么能舍下董相公？依我看，如果妹妹不满意傅大官人，还不如尽早升天，免得受我的连累。我才不呢，姐姐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，随你。哎，马爷，少奶奶赢了东来了。少奶奶，请，来，你们在这待着。那请，娘子，知县大人，判薛生为奴二十载，
薛生前来听命。好，从明儿起替老爷我扫驴棚啊，磨豆腐。姐夫是书生，怎么能干这样的苦活呢？他当奴才都不干，莫非让老爷我干？哎呀，求求大官人，让姐夫管账如何？管账？他管账？我爹的银子我都贪，何况是外人呢？那看门，看门总行了吧？看门？他是来当奴才的，又不是来享福的，对不对，娘子？相公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他是我姐夫，总不能怠慢吧？怠慢？不怠慢，老爷我怎么当恶人呢？对不对？妹妹，不必多说了。既然学生来为奴，就听凭大官人的吩咐吧。妹妹，算了吧，别为了这事儿，让你们夫妻不和。那就让姐姐姐夫受委屈了。呸！委屈？谁不受委屈啊？我在娘子面前受的委屈比他们大多了，娘子哦。硕鼠，硕鼠，吾师我鼠，三岁贯汝，莫我肯顾。相公。啊，娘子。累了就歇一会儿吧。啊，不要紧，娘子。大官人，怎么你也来帮忙磨豆子呀？磨豆子？我说你这豆子磨得还挺快啊。哎呀，大官人，哪快呀，慢得很呐。嗯，哎，你再去库房去搬几筐黄豆来。啊，大官人，这还有豆子？我叫你搬你就去搬，啰嗦什么啊？顺便把这几天的账好好的给我算一下啊。过个一个时辰再回来吧，过一个时辰再回来啊！大官人，用不了一个时辰，很快的。叫你一个时辰以后就一个时辰以后，快去。好的。我拿这个。快去。好。相公，你又偷懒了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来陪陪小娘子啊！休得无礼！什么有理无理的？老爷我呀，早就相中你了，只要你呀，顺从了老爷我，就不用再受这些苦了，保管让你呀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
哎呦！滚！滚呐！哎呦！快滚呐！此言差矣啊！明明是大官人撞翻了学生的黄豆，自己滑倒的呀！什么？你说这黄豆摔到老爷我的？是啊，一点不差。这黄豆啊，可难对付了。啊？黄豆？嘿，这黄豆！哎，好你个黄豆啊！我这。哎呦喂！还硬硬烂烂的啊！好你个黄豆啊！你把我屁股摔成八瓣，我今天要把你磨成粉，做成汤，熬成水。你给我听着，从今天起啊，每天给我磨十担黄豆。这一天如何能磨十担黄豆啊？这我管不着，反正你给我磨。他摔到了老爷我也不能饶了他。快！扶我老爷起来，快！哎，大官人当心呐！哎，让开！闪开！这王八蛋！哎呦喂！硕鼠啊，不是我鼠，嘿，是将去辱，是彼乐土，哎，哎呀，相公，你这黄豆怎么放在这儿？我刚才都进不来了。来。先喝点水吧，来，啊，喝点。啊，哎，好。哎，好，哎，这边。来。啊，谢谢娘子。不是。还要吗？还要，还要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哎，相公，你歇息一会儿吧，听话啊。哎呀，娘子，你这简直说笑话嘛！你看看那么多黄豆，这如何歇息得了啊？来，让娘子帮你摸一会儿。啊，我来帮你摸。哎，娘子，娘子，怎么能让你帮着我推磨呢？啊，男耕女织嘛。这又何妨嘛？哎，这，娘子啊，你懂不懂男耕女织的意思呀？这粗重的活儿就该由男人来做，你就进去啊，缝缝衣服，做点小菜什么的啊，去吧。哎呀，来吧，让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你别跟着我嘛，你看。来吧。哎呀，娘子，我会的。啊，好，来来，站这儿，来，来站这儿啊，你过来。站这儿。哎，你站这儿，站这儿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这是为何呀？哎，来来来，啊，娘子，如果你一定要帮学生的话，就在这一旁为学生念四书五经吧。也省得我口干舌燥的费力气了啊！
你呀、啊，你可真是个呆子，哪有磨豆腐念四书五经的？哎，娘子啊，你真是孤陋寡闻了。天下劳作之人都要喊号子的。嘿呦呦，嘿呦嘿呦。学生呢是个文人，也只会读四书五经了。哎，不过这四书五经一读啊，这精神立刻就好多了。啊，娘子要是照学生所言，就在一旁给学生念四书五经吧，好吗？好啊。哎，娘子，你看。那相公你磨豆腐，娘子来给你读书，从哪儿读呢？这哎，娘子你懂吗？我懂。哎，这哎，你看。好，就从这儿。对对对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哎呀，娘子，这个点儿读得好啊！再念，再念，再念。好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。哎呀，这娘子，学生精神都好多了。来来，再念，我要工作了，工作了。好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；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，有一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。哎，老太婆，来来来，这儿坐。哎，还生我气啊？我到处找你呀。我也是啊。你我是一根线上的蚂蚱，咱们谁也离不开谁呀。哎，玉帝限定的时辰就要到了，我们现在就去镇住七仙女，让她立刻升天。嗯，好。我看，我们走。嗯，好，马上去找他。嗯，这回啊，定不会失手。朝那边去找。嗯，说，你到姐姐房间干什么去了？没有的事儿，王八蛋才去了呢。没有的事儿，副管保，明明是我看见的。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账！哎呦哎呦哎呦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你自己打的？我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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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啊，你就当眼瞎了没看见，放过我了这一回吧！啊，娘子，是不是还想着我姐姐呢？嗨，她哪比得上娘子啊？娘子好比一朵花，她就是个豆腐渣！呸！斜着眼都懒得看他一眼，别给我来这一套！来人，在把家法拿来。是。家法？哎呦，这硬啊！不认识了？认识啊。认识就给我跪下。娘子啊，这搓板是洗衣服用的，怎么能跪呢？哼，不好好揉搓揉搓你，你还成精了呢！快跪。这咯咯楞楞的，我怎么跪得下去呀、啊，娘子？你到底跪不跪？你到底跪不跪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跪就跪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跪下！这么多，跪哪一块啊？哎呦喂！你听着，哎呦喂！这些都是给你预备的，磨平了再换一块。以后只要有点差错，我就让你把所有的搓板全都磨平。不知谁出的鬼主意，生个儿子没屁眼儿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呀。
你们盯着，不到午夜子时，不准老爷起来。啊！要是他敢偷懒应付，就来教训我。是。傅管宝，你要是敢偷懒应付，我让你跪到明天早上。古人曰：“功到自然成”，总算是磨完了。相公，这回总该歇息歇息了吧？啊！哎，娘子陪伴了一夜，学生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哎，相公这么见外，古人曰：“腹有千斤担，七挑五百斤。”我只是帮你读书，并没出什么大力啊。娘子，我看你也累了，进屋休息吧。不，我陪你。嗯，这样学生要生气了。那你呢？学生再磨一会儿嘛，啊！不要磨太久啊。好，来，我帮你下。娘子好重啊！净瞎说。哎，啊，回去吧，啊。傅大官人，学生再次有礼了。豆腐做成了？昨晚整整磨了一夜，全在这儿了。是，你一夜没睡怎么了？老爷，我还不跪了大半夜做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官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切，这是我家娘子家法，你管得着吗？啊，既然是大官人的家法，学生自然管不了了。董勇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老爷，我一大早来啊，是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不知大官人有何事啊？你家娘子有家法吗？学生未曾听说呀。老爷，我有个想法，咱们俩。换换娘子，把你这没家法的娘子换给老爷我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官人，这一派胡言呐！天下哪有随便换娘子的呀？不换是不是？哼，那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给我磨20担豆腐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大官人不是有意刁难我吗？就是神人一天也磨不出20担豆腐呀。老爷，我就是刁难你，怎么样？你要是磨不出来。也让你尝尝老爷我家法的厉害，妹婿。啊，你要我家相公一天磨20担豆腐？对呀，他要是磨不出来，就把有家法的娘子换给他。哎呀，这荒唐，荒唐啊！这，那他要是磨出来怎么办呢？磨出来。我就把他20年奴籍减一半。此话当真？咱们一言为定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啊！娘子，这我来啊！来来来，这娘子，嗯，相公，这，哎呀，这。娘子，你看这……不用担心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天天担黄豆，这肩膀都肿成馒头了。不知老爷磨这么多豆腐干啥？
夫妇都快成了豆腐房了。那谁知道？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走。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哎呀，娘子怎么跟他赌这个气呀？相公，你只管放心吧。哎呀，娘子让学生如何放得下心呢？我们就是长出三头六臂来，也磨不出这么多豆腐呀。那相公你先休息，让妾身来帮你推磨啊。哎哎哎哎，算了算了，还是学生去吧。娘子，还是给学生读书吧。啊。相公，你把书递给我。啊，给你。你听着啊，我开始读了。哎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留点给他磨吧。